10年，很久吗？时间不曾使记忆褪色，却让未来折射出光芒。风带来新鲜又熟悉的讯息，那是原野、高山和森林的呼唤。它从哪里来？又是谁在我耳边轻声低语？迈向未来的每一步都是新的征程，当下的每一刻都蕴蓄着无数种可能。不如站在更高的峰顶，像风一样自我。你说未来是什么模样？无论风从哪里来，我始终知道自己的方向。